今天我妈又要在家自制益母膏，现在去采点益母草花，这个可不好找哈，不知道哪有。找都还行，就是少啊。哦，少。嗯，核桃边儿有，有都吐走了，先拿地头地脑。行，那俩口的啊，那一个口的就行。那万一遇到的是成片成片的呢？找不着。啊？找不着。这个也行，这个脏，这个就只能没事，家里我就跨着，没洗，嗯，多接地气，嗯，行，不漏就行。你去吗？我不去，没意思。这上山有意思。那个大象头都带了啊，看见长的就给它挑了。今天先去哪儿啊？上乙队。先去乙队。乙队好，乙队有块硫磺满地，去看看。行，你开车走，啊，你开呀。我怕开沟里。好，上车来，走。看这小包咋样？它斜挎的，牛仔的。走喽。还行，来了就找到了。这个就是益母草花，但是花都基本上掉了。花已经落了。嗯。以前每年都和我妈或者我奶奶来撸一次。现在都没有弄的了，嗯，就我年年还弄点，就你还弄，你也少弄点，弄一整两瓶，喝着再弄，嗯，够吃一年的就行，也不是天天吃。连叶带花带籽儿一起都撸下来了，他们有的哈就挂子带着改一着嘎嘎回家搞砸都砸，哦，我不嫌改，带着杆啊，嗯，不管他这么撸花。你为啥不要啊？不管那边路挂个路画，大概占地方。嗯，这一片路完了，这一块，就这点，这都算多的，是吧？嗯嗯，不是成片成片的，这还有点。哦，看这几颗，又大又直。就是光生种了，花都掉了。妈，我把这几颗都缺了，回家撸吧。这还怪热，我缺了啊。嗯，今天也算遇上成片的了，就在这一块，我妈把筐都撸满了。这挺厚啊，真不少。我妈也回来了，看到那么多都舍不得走了。这还挺厚的。嗯，哎，你弄这些比我弄的多。你没少弄过，哇，那行，我缺的多，我这些也不少，嗯，行，够，再换个地儿，嗯，再找找，嗯，行，走，在这又看到了一片带花的，看，这益母草带花还是挺漂亮的，小紫花，那我觉得把这些录完就差不多了吧，嗯，够了，嗯，回家熬也得数，熬怎么也得一下午吧，得呀，嗯。嗯，回家，看弄了一袋子半，幸亏拿了两个袋儿吧。你能这么好弄吗？嗯，好了一片，走。回来先在清水里洗两遍，然后再放锅里煮。水都已经烧开了。你别看这么多哈，熬不多少。是吗？嗯。能熬多少？熬个三瓶两瓶的吧，都说了。那行，够一年吃的就行。你看这怎么洗哈？它也是麦子，这水。就这色儿哈。嗯，这个你看。嗯、看这一大锅，这锅盖都盖不上了。煮一会儿就下去了。嗯。妈，这是怎么个流程啊？先这么高锅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然后把这个渣捞出去，剩下那些加上糖再熬粘稠状就行了。哦，熬粘稠就行了。熬那个水光煮就得一两个小时，还真糖好吗？嗯，真得半天的时间，得小半天儿。煮了两个多小时，把草给捞出来，光流锅里的水，我妈还要用纱布挤一下，淋一下，淋出来点水，别浪费了。嗯，别浪费了，剩下这点水，然后再加上糖，接着熬。嗯。看
看不多哈、啊，这水还行，行吧，嗯。接着再放锅里姜，还有红糖。这个糖还必须得放红糖的，放红糖。接下来就是小火慢熬，咕嘟成粘稠状。不能着急，着急就糊。糖已经化了哈。嗯。嗯。这姜片待会儿捞出来。嗯。这弄到粘稠的啥时候啊？这天黑。这俩小时啊。俩小时。慢慢的，不能着急。嗯嗯。我估计这些粘稠状了，就把这个拿出来，酱片拿出来。哦，又加上夜班了，熬了六七个小时，熬好了，黑乎乎的，就这点玩意儿。明天早上咱俩再装瓶。哦，行，放凉之后是吧？嗯，还能往下烤一会儿，慢慢烤。嗯，还有点底火。嗯，行，走。沉淀了一宿，已经凉透了，开始装瓶。这第一下子就弄外边来了，照了一手。嗯，我妈还拿了四个瓶，我感觉四个瓶不够啊，不够装。嗯，我怎么能装三瓶？能吗？能，我还能装四瓶多。用铲子装老是洒，换了一个勺子。哎呀，这个也往外流。嗯，坐不住，还是得技术啊。我说能装四瓶吧，正好四瓶。哎，你个眼力劲儿！我现在装了三瓶。我妈说这样放着十年也不带坏的。嗯，一封盖儿。放多久？嗯，我这老放。这个待会儿得擦一下。嗯，行，弄这一会儿能吃两年。